嗰只光碟，我希望同学要多睇，一日睇，将佢当做无量寿经嚟睇。佢系无量寿经嘅总结。我哋读紧无量寿经，喺度解无量寿经，学紧无量寿经，佢做得非常圆满。无量寿经点点滴滴，佢通通做到啦。嗰只光碟系生嘅无量寿经。学老和尚，老和尚一生就一句佛号，佢唔识字，未读过书。二十岁出家，师父只传佢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嘱咐佢一直念落去。佢嗰句佛号念咗92年，112岁自在走嘅，佢妈妈亦系自在走嘅。妈妈86岁，往生之前亲自入厨房包水饺，水饺煮好，一家人喺一齐食。佢个仔、个女、侄女都喺度，好开心。食完之后喺凳度盘腿一坐，同大家讲我走啦，真走啦。你睇几自在，几潇洒，话走就走啦。南洋嗰个地区同佛有缘啊，海庆亦系遇知时知，自在往生。除佢哋之外，大略讲讲，大概有10几个人，就系、是、10几尊佛往生极乐世界就成佛啦。海贤俾我哋嘅信心，同我哋讲西方真有极乐世界，唔系假嘅。佢常见阿弥陀佛，所以真有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48愿接引众生，一啲都唔假。只要你转，你怀疑就弊啦。你夹杂第啲法门亦错啦，绝对唔可以夹杂。老和尚一生持戒念佛，戒系乜嘢？清净心系戒。持戒嘅目标系得清净心，得清净心，持戒圆满啦。清净心再提升平等心，清净心里头冇染污。持戒叫你放下染污，平等心里头冇分别，你仲有分别心。咁连持戒嘅功夫都冇啦，
点解呀？我迟，我戒律好。戒为无上菩提本，一啲冇错，就钉喺戒上，唔会向上提升。你有冇持戒冇？点解呀？你心唔清净。清净心现前，持戒圆满，往上际提升无分别。无分别是平等心，比持戒功夫高。持戒是阿罗汉同辟支佛，在大乘里面是十信位。平等心是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，大彻大悟是初地以上，天台别教讲的。那不懂不得，唔懂唔系戒唔啱，系你将戒学错咗，你学偏学歪啦。佛讲嘅系正法，但系你修嘅系邪法。咁对往生净土会产生障碍。障碍你临终不会往生。海贤老和尚就一句佛号，戒定慧三学圆满，他的心清净，他的心无分别，平等心现前，他的心觉悟，觉悟就是智慧开了，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正而不染，人地做到了。在净土宗里面讲的清净心是功夫成片，有功夫成片就绝对能往生。他将五种见惑放下，有这种功夫，有这种功夫就能见佛。大势至菩萨同我哋讲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，见阿弥陀佛。现前是你未往生之前，通常往生的人至少见佛三次，就是你功夫成片的时候，佛来了，你见到了。佛会同你讲，你仲有几长寿命？到你寿命到嘅时候，佛嚟接引你往生，第一次见面，将信息透俾你，等于同你受记，你自己相信。点解？见到佛，佛亲自同你讲嘅。你的心坚定了，往生的愿不变了，有这种好处，一直念下去到寿终。第二次见佛，第二次见佛的时候，佛来同你讲信息，同你约时间，哪日来接引你，大概什么时候，三个月到一个月，有人三个月前就知道了，
有啲人一个月前会同你讲，我哋以前喺新加坡居士林陈光扁老林长，佢往生前三个月，佢喺一张纸仔上写日期，写咗十几个，冇人敢问佢咩意思，就系嗰日走嘅，一啲都唔差，所以我哋知道佢三个月前见佛，佛同佢约好时间，第三次见面系佛嚟接引佢，带佢走。所以往生嘅人至少都会见佛三次。咁海贤老和尚，佢活到112岁，念佛念咗92年。92年之中佢见几多次佛？我相信唔止十次。在他光碟上我们听到他说，我好几次要求佛带我走，佛不应承，说我修得不错，做个好榜样给念佛人看，就是表法。你看好几次，就不止一次，不是两次，多次见佛。两年前他又讲，老佛爷说他修得不错，叫他再多住两年。表个法给大家看，临终前几日他又同啲老同修讲，我可能呢几日就走啦。人哋问佢点解呀，佢话阿弥陀佛已经嚟过两次同佢讲，佢可以往生。你就諗到佢一生见佛几多次呀。这些信息透给我们，就是为我们做证明，记录世界真有，不是假的。阿弥陀佛真有，信愿持名求生净土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哋如果将佢老人家表法通通睇清楚、睇明白、真正懂啦，唔再怀疑，我哋喺呢个世间一切万缘可以放下啦。唔单止世间法放下，佛法亦放下，同《金刚经》上讲嘅一样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一切法通通写咗，咁系咩人啊？善财童子，你睇善财童子53参，佢听，佢唔学，听做咩啊？听系圆满后得智。冇一样佢唔知道，佢修呢就一门，一句佛号念到底。点解要学咁多法门？系为度众生，唔系为自己。众生根性唔同，一个法门普度唔到，净宗能普度，人哋唔相信。所以广学多闻
是为了度众。一门深入是成就自己。往生极乐世界成就自己就广度众生。去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一切不明白的全明白了，不用学。这种是极乐世界无比的殊胜。我们再看下面注解，请者救也，助也，梦者牙也。群梦就是指六道里头一切众生。诸如来，诸佛如来以大悲为体，欲救一切众生，故曰欲请群梦。佛菩萨，这个菩萨通常是指法身菩萨，亦即是明心见性的菩萨，不是普通的，叫法身大士。他们同佛一样，佛大彻大悟，他们亦大彻大悟。佛无始无明，习气断干净了。法身菩萨无始无明，习气还未断干净。无始无明习气只障碍一件事，就是回归上直光。他回归不到上直光，除这件事之外，他的神通、暴力、智慧和佛没有差别。所以他在十法界现身说法，教化众生。仍然上供诸佛，下化众生，不休息，乐此不疲。会所里头讲，渐顿觉清所疑，随缘皆梦道脱，故云请群梦。会所里头讲得好，渐顿是指众生的根性，顿根是顿超的，是绝顶聪明的。我们讲天才，他一听他就觉悟，就明白了。渐根的人不得，渐根的人要慢慢来。他没有办法顿悟，他烦恼习气很重。佛菩萨知道，佛菩萨能看到他过去世、过去无量劫中那些烦恼习气点染的。你不知道点帮助他断烦恼，知道先得。渐教就是八万四千法门，在这个里面选择一门帮助他。顿教就不用了。顿教是什么？禅宗。禅是顿教，
净土是顿教。净土的顿教是从哪里来的？是从过去生中曾经修学过这个法门，供养无量诸佛，成就深厚的善根福德。他一听他就相信，他不怀疑，他就真做，好像海贤老和尚那样。那个人不是顿根，但是他善根深厚，师父教他一句，一直念下去，他就真干。他老实听话，真干。这种人好教，那句佛号居然念了92年，不拐弯。不拐弯就是没有改变，一句佛号念到底。咁样根性嘅人，好似帝闲老和尚个徒弟蜗牛像，亦具备呢种条件。佢念佛三年往生啦，企喺度往生，预知时至。佢系咪寿命就三年呢？我唔认为。佢系见到佛。佛同佢讲仲有几多寿命，佢唔要啦。我而家就跟你走。佛答应佢，真带佢走啦。佢冇同任何人讲。佢一生成就，不可思议。所以老实听话真干，这种人肯定遇到善知识，肯定一生圆满成就。这样的人太难得了。现代人不老实，不听话，不肯真干，这种人一生不会有成就，肯定还是搞六道轮回。来生他如果真正持戒的话，好好修行，他会得人身，好的上天，出不到六道轮回。如果做错事的话，咁佢就堕三途去啦。咁好可能嘅。点解呀？最严重嘅係劝人放弃念佛，修佢嘅法门。咁係断人嘅法身慧命，呢种罪好重，係地獄罪业。下面又曰：欲指释迦大悲所愿，欲请群盟。我哋讲欲系欲望，亦即系佢嘅愿望。言此一字，通上下，含意义。因为欲请群盟，诸如来以大悲为体，欲愿未道者令道，未安者令安。
光浅道教皆为之也。完全睇众生嘅根性，一啲都唔勉强。佢愿意得到，咁就系愿意脱离六道轮回，了生死而出三界，佛会帮助佢。仲有一种，佢仲未諗到了生死出三界，佢只係而家苦，希望离苦得乐，佛亦帮助佢。帮助佢得人身，帮助佢生天道，佛都有呢种能力。佛永远恒顺众生，佛唔会起心动念，唔会主动一定要求你乜嘢，冇呢个道理。唔起心唔动念系佛，起心动念冇分别执着系菩萨，起心动念仲有分别冇执着，咁系阿罗汉辟支佛。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有六道众生，呢一点要记住，自己知道自己是六道众生，执着放下，唔执着啦，先是阿罗汉，提升啦，清净心现前。再提升，唔分别，唔分别就成功啦，就大彻大悟觉啦。经教里头讲得太清楚，讲得太明白啦。日日读，日日学，点解仲会迷惑？第二，再睇下面，二为欲为真实之利，为系俾佢，佛菩萨非常乐意咁将真实嘅利益教俾众生，冇比呢个更真实噶啦。真实嘅利益系乜嘢？系帮助你离苦得乐。六道系究竟苦，极乐世界系究竟乐。只有大善根、大福德的人能接受如来真实的利益，他听到相信，真肯放下，呢种放下唔容易，学佛嘅人边个能将明文利养放下？我哋喺呢一生中，只听到来佛子嗰三位，佢哋真放下了，
表现在往生的时候自在，没有放下哪有那么自在的。边个人死不会有病，他们三个都没有病。都是很正常的人，话走他真走，他的神识就离开身体了。咁干净利落，一般人做唔到嘅，佢点做到嘅？一句佛号做到嘅，三个人都唔识字，都未读过书，通通都系呢句佛号。咁见到仲能唔相信咩？一个有怀疑，三个啊，三个你仲怀疑，你嘅疑心太重，你真嘅出唔到呢一生之中，冇办法脱离轮回。连续三个人这个信息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所以希望我们同学要多想一下，要细心观察，六道真苦啊，苦不堪言的。点解仲留恋呢？遇到净土法门，八万四千法门要放下，要舍。戒律使唔使学？可以学，学完做咩？学完教化众生，教人断恶修善，咁就系救人，唔堕生恶道，来生仲能得人天身。佢嘅欲望就系咁。来生仲喺人天，戒律可以保证佢。如果想出六道轮回，一定要得定先能出去。未得定，出唔到六道轮回。要出嚟十法界，一定要大彻大悟，未见性。明心见性，出唔到十法界。保证你真能超越嘅，就呢句佛号。你唔肯相信，咁就冇办法啦。边个能相信？佢唔怀疑，佢真念。念念相续，佢绝对成就。而为呢、这个系第二，为欲呢、这个欲系为真实之利，为如来欲愿众生入弥陀海故。呢句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每尊佛
每尊法身菩萨，冇一个唔希望众生信愿持名，老实念佛，求生净土。可以话呢个系诸佛菩萨共同嘅愿望。只有呢一门简单明了，上到等觉菩萨，下到地狱众生，冇一个唔得到。呢个系真实之理。前面讲嘅真实，唔系究竟圆满嘅真实，这个法门是究竟圆满嘅真实。诸佛之所以出兴于世，欲说弥陀愿力，为救万众生，将为本怀故。咁仲得了嘅？希望我哋同学要注意到，千祈唔好疏忽，疏忽就大错啦。机会太难得了，来生能不能到人道好难。点解呀？人道要五戒十善干干净净，你用五戒十善去衡量自己，自己戒善清唔清净，戒善清净，点解唔会了生死出三界？因为你有我冇忘记，你身见冇放下，对立冇放下，对立系边见。成见冇放下，自以为是，自以为不是，自以为是都属于成见。仲有好多好多错误嘅睇法，你自己仲未知道，你点能了生死出三界呢？真有大善根、大福德，你遇到这个法门，得诸佛菩萨威神加持。加持是怎样的？你对净宗法门一听就欢喜，就接受，没有丝毫怀疑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万缘放下，世出世法全放下，这种人一生绝对成就，成就不可思议。我们有理由相信海贤老和尚二十几岁就得功夫成片，功夫成片就有资格往生。帝闲老和尚个徒弟窝漏像就得功夫成片，阿弥陀佛接引佢往生。
海贤老和尚，我哋相信二十岁出家，师父教佢呢句佛号，教佢一直念落去，佢听话，佢真干。咁我哋相信佢二十四五岁嘅时候念咗四五年啦，绝对得功夫成片。再念个五六年，佢得事一心不乱。所以事一心不乱一定喺三十岁前后得到嘅。你一心不乱，肯定喺四十岁左右得到嘅。你一心不乱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这种境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直接生实部庄严土，无比的殊胜啊。一句阿弥陀佛，正得无上菩提，为我们做个证明。我们这一生遇到是福气，这种缘分不简单，就是《弥陀经》上讲的因缘，善根福德因缘。如果我们有一些善根福德，遇到这个因缘成就了，善根福德有欠缺，遇到了亦相信，但是仲有怀疑，对其他法门仲会喜欢，仲唔舍得放下，咁就系点呢？善根福德唔足，虽然遇到了，轻易放弃。这一生不会成就，因解即于常说结归后二曰：诸法之所以出兴于世，欲说弥陀愿力，为救万众生，将为本怀故。下面那句，为以真实之理，为是为师，就是俾人，亦有恩赐的意思。恩赐是上对下，法对众生，赐予真实利益。真实之利者，按善道大师意，指弥陀誓愿为真实之利。弥陀誓愿就是四十八愿，咁讲得好啊！四十八愿，愿愿都是为众生嘅，第一大愿就是平等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花开见佛。我们的身体、相貌和阿弥陀佛完全相同，没有丝毫差别，
世尊在我们这个世界现身，现应化身，三十二相八十种好。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所现的报身，观经上讲得很清楚，相有八万四千相，不止三十二相，八万四千相，每个相有八万四千垂形好，每个好放八万四千光明，每道光明有十方诸佛如来在这里讲经说法做佛事。无比殊胜庄严，身紫磨真金色身，具足无量智慧，无量德能，那个八万四千法门修成，要修无量劫，必须要往生到如来的十部庄严土，才能见到佛的报身，自己的亦是报身，但是比佛差一等，比不上佛。佛的报身圆满，他的报身有欠缺，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个个圆满，和阿弥陀佛一样没有欠缺，那是几大的福报，那是几大的善根。没有这么大的善根福德，你怎会侥幸得到？所以你现在听到这个法门有怀疑，还不敢信，那是正常的。你如果完全相信，一点怀疑都没有，你就不正常。点不正常？你无量劫到现在，你的善根福德圆满了。不圆满，你没有可能不怀疑，没有可能完全相信。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。我们遇到就有缘，但是缘不足，还有怀疑，那怎好？能学蜗牛像，能学海贤法师将这句佛号当作命根。老和尚讲得好，阿弥陀佛是我老和尚的命根，这句话讲得啱。你揸住这句佛号日夜不间断，至少好似低闲老和尚教蜗牛像咁，这句佛号念落去，念攰咗休息，休息完跟住再念，唔分昼夜。点解呀？将你嘅善根福德补足，补足啦。几时补足？唔怀疑就补足啦。再冇两个主意补足啦。我一心一意就求生净土，冇第二念，证明你补足啦，证明你绝对得生。呢几句话是我奉劝同学的。下面大师偈云：如来所以兴出世，
为算未陀本愿海，这两句话非常重要。这个大师是善道大师，我们净土宗第二代祖师，同我们讲十方世界诸佛为什么出现在世间，就为了介绍阿弥陀佛本愿海，亦即是介绍西方极乐世界，介绍阿弥陀佛给大家。这种是真实的利益，真实之中的真实，没有比它更真实的利益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教你在这一生圆满成佛，就这样的意思。因解赞曰：此禁驾，日本人称善道大师为禁驾。日本净土宗的寺庙好多，我们去拜访见到好多都是日本净宗祖师当年在大唐留学，依善道和尚为老师，将净土宗传去日本。日本的大德感念善道大师的恩德，奉善道为初祖。日本净土宗初祖是哪个？善道大师。他们学成的称为第二代、第三代，好难得啊！日本人敬祖师比敬佛更隆重，供佛像都不是很大，供祖师像很大。你去他祖堂道看祖师善道大师、智者大师，几乎每个道场你都见到，世世代代到而家这种风气还有。每日烧香礼拜我们见到的，如果能再认真学经教，佛法就兴旺起来了。那首赞讲：此金家独步妙释，善道大师解释得太好了，他人所未谈也。善道大师之前没有听人这么讲过，这句话是善道大师讲的。如来所以兴出世，为说弥陀本愿海。我们现在遇到了，生在这个时代，八万四千法门
门门都是难行道，非常不容易成就，唯有这一门是易行道。易行道为什么这么难？是难信，不是第二样。这个难信亦是十方诸佛所讲的，都讲这个法门难信。这个法门非常容易成就，信此祖释，我们随顺善导大师的解释，以弥陀本愿为真实理，则可以八万四千法门为纲浅道教，其义明矣。八万四千法门到最后点呢？最后通通归净土，没一门不归净土。修八万四千法门的人修成了，修无量劫啊！往生去哪里？往生到华藏世界。到华藏世界之后会遇到文殊普贤，普贤菩萨以十大愿望度归极乐，华严经常有。到极乐世界咁先叫证得究竟圆满，你睇转好大个弯啊，仲系转到极乐世界。所以真正能相信大善根、大福德、大因缘，这种人值得尊敬。现前我们所知道的蜗牛像、南洋来佛子那三圣，你如果不了解事实真相，你对他们的恭敬心生不起来。了解事实真相，你先真正生起恭敬心，真正发心向他们学习。一生真正有把握了。又因解引六要约，真实利者指此名号，即是佛智也。这句讲得更清楚，什么叫真实利？这句名号是真实利，讲得更清楚更明白了。这一句是祖师大德全程肯定真实的教诲，
我哋将呢句名号睇得一文不值。呢句阿弥陀佛，边个唔识念啊？自己就唔肯念，认为佛法高妙。呢句阿弥陀佛比唔上八万四千法门，错啦，真错啦。呢段嘅意思好深。而家时间到啦，我哋就学习到呢度。